係啦，好多謝曬佢哋兩位一個咁精彩嘅劇目啊嚇！咁啊，《千里送京梁》咧，我哋經常都聽到呢個劇目。咁啊，就算話打動結拜咧，都觀眾都會知道嘅咧。咁就講咗佢如何《千里送京梁》嘅前邊一段俾各位觀眾認識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嗱，接著落嚟咧，要為各位觀眾咧係介紹一曲對唱曲《絕唱胡笳十八拍》。咁內容咧就係講述蔡文姬自從別胡歸漢之後，咁因為佢日直好思念胡王同埋一對仔女，以致身體虛弱，身患重病。咁左賢王知道呢個消息之後咧，策馬長驅嚟到長安探望文姬喎。冇錯啦，咁為我哋送上呢曲嘅咧就係雷桂開老師同埋佢位學生李少娟小姐嘅，掌聲歡迎佢哋兩位咧。有請。Hi.
飞梦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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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心啊是痛啊痛，知轻松，知可阻燕王。夜闻啊鸡，有情相逢，能啊否一诉人啊痛？减一分啊痛，我命苦我忧，心中孤枕更若那难怜，空似今夜半晚半寒痛，欲诉也无从。
然能来为签约，迎你从啊。曹丞相撰写完后汉传，既然已经了却心头之愿，正义归乎范家，天伦同聚啊！重聚天伦，你意下如何呢？
此话何解呀？我已改嫁他人，夫家姓董。是否认你归汉之节度使董字呀？正是啊，持经守节，尽诚空。当日你归汉绝户，已将此恩歌颂，愿有天地，我当量你负重。多谢燕王通殓余情，望你还将儿女通。啊，放心啦，虽断夫妻情，犹存儿女爱。为觅贤良后母，莫教虐待情空。我早已誓不同婚，儿女何来后母啊？文姬啊，你且多保重啊，你莫再忧虑重重。你可否见面，能使董志军奉文姬归我呢？我已病入膏肓，药食皆无所用了。定寻名医遍天下，当可就其功。人世难留，只有云随居家动。哎呀，赵公心恐间，同楚而月同风。哎呀，却此为妾身失态。你安心将息吧。Oh yeah.
文姬啊，晴天当下，甜蜜都放。Oh,